那下面呢，我们看人手妄讲了六十四跟六十五的人设。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会用几个方式去呈现出来，一个是人面对自己，再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对待关系，再来是人跟宇宙的互动关系，然后跟历史上的跟宇宙逐渐的交错起来，你的整体的生命意识的出来。那这首是我们看东坡的那个电影，既走出了法律登楼的人往登楼的人如何疏解这种的情绪。那这个词啊，通过你的词牌还有一些望江南，我要顾名思义，记得望江南可能就是跟思念江南然后跟回忆过去或者思乡的情怀有关的。东坡也不是很有关的，他用词牌有的时候是因为音乐的关系或者习惯的对江南，那再等一下看水的歌都有音乐的属性，那这首可能跟意义有关。东坡在这个词里面刚开始因地啊会思念起啊，出于他的思乡的情怀，所以呢他不自觉就能望江南才来填。但如何疏解这一份呢，根本思乡的愁绪呢，你看这么态度，那这是很有趣的。望江南如果是因为思乡而来，带来还带来一种负面的悲伤的情绪，可是呢他的词目是什么，题目是什么，叫超然就要自己人说，那这样超然台词所写，超然两个字会给他一种刺激，对不对？其实他弟弟啊送给他的两个字，给他建了一个亭台里面的超然呢，希望东坡呢能够呢突破这样的眼前的困境啊，能够超然物外，获得心灵的自由。所以这里面望江南、超然台词很好的反差，对不对？你本来是望江南一些诗章的情怀，可是因为看到了，哎，意识到超然台词，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呢提起精神来。要自己不要掉入情绪当中，要提振起精神出来，要自己超然物外。这是我们看到东坡的不动心，如何有意识的面对这个情景。很多地方没有提示作用的，如果你去了上海的太平山，也要注意了，那个态度就不要了，作奸犯科，会引起人家很大的一个攻击的。那这个我们看呢？这是在作于西林九年的，东坡已经四十一岁了，是春天的一首词。先看第一首，而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世上超然台上看，半桃春水一枕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你看他最后这个书点。本来是非常好的借条进去，因为为什么？无非就是因为在超然台座，他不由得不想起他弟弟对他的一个提示，要自己呢突破这种困局。那我们讲了，中国四十岁来到杭州，心情是很不好的，从超然台座看得出来，前面都介绍了，我们就不说了。这时啊，这首词呢就作于了超然台呀、啊、收气之后第二年的寒食节，东坡呢有填的这个词。这个台呢，就是他的官廊的北边的一个墙壁上面有一个亭台，连酒是收的。那东坡呢，是有青龙殿的，现在已经诸事如麻。可当时很多中国的读书人呢，上当官的时候都很喜欢大兴土木，整理环境是调整或者疏解心情很好的方式，不妨你试试看。当你心情烦闷的时候呢，把你的书房整理一下，花一个下午，你整个心情好多了，睡个觉起个觉起来，精神的饱满。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搞这些土木工作，东坡也不例外。来经过这个，嘿，有种新的箭头打拉落成了，大家有一种呢很愉悦的心情。那第二年呢，他就约朋友去登上楼台里面观看美丽的景色，并且提了这句词。那好，但这个时候啊，正是暮春三月初，春天还没过境，所以他说春未老。也在故意啊，我们讲春未老，还没完全过去，还有个余韵，人家他们那种趁变的来观赏春未老。好，春色依旧在的，怎么看到？他说风细柳斜斜。我在读诗词的时候，那个斜节你读嘛，斜的音呢比较合那个押韵的一个声调，因为斜指的麻韵，跟加花是同韵的。因为你读斜的话，那个韵的韵味就顿时。我们老一辈的读诗的这个字呢，会特别容易下一个音，风斜柳斜斜。好，春色依旧在的，柳条在微风吹拂下斜斜的在飘荡着，风斜柳斜斜。所以这里面呢，弄得我
是我实际上都要有它的和谐一致的地方。柳当然是春末之时，柳飘荡，柳絮飘绵，柳干跟意识到春末的一种时分。带来就是柳啊，在中国的诗词里面就带来一种离别的一种啊一种感伤的，所以它是跟春末送别有关联的一种植物，所以这里面带来的积极情绪。那这作者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就登台游赏，他说世上悄然台上看，而春天这个季节为什么好很好忽视柳霞霞，他的姑且呢去尝试登到楼上去，也许找个方式来疏肉解渴吧，都登到朝台上看。这登到悄然台呢，眼前的景致是什么？半壕春水一城黄，烟柳暗千家。那底下呢有个护城河，都有它是在那个官衙的北面的城墙上面建的楼台，下面是个护城河，是半壕春水，另外一边就看不到，就在背后。那下面的这个居高的楼下就看到整个密州城下的一些啊家家户户的状况，所以呢在迷蒙之中呢，他说自己看到了啊远处呢处处开着美丽的春花，而迷蒙的烟雨呢笼罩着千户人家，烟雨暗千家。虽然画面是灰蒙的暗淡，当然跟气候有关，真是烟雨朦胧之际，这样你用的他们心情也跟着暗淡。为什么登高望尽的烟雨暗千家？也许在这里面呢，这种既是有温暖有凄迷的景象，最容易啊触动人的思乡的情怀。同样的寒食节，那尤其跟寒食有关。我们的寒食啊，就是啊，从冬至之后的算起105天，大概是在清明节的前1-2天。那过去清明寒节就成了文人席，但是呢，在唐宋以前，寒食的那个称呼还比较多。那有人说啊，寒食节是跟那介之推的故事有关，跟他不愿意出来三顾茅庐，后来最后就逼他出来，一把火把树林照掉了，这是很不好的。结果呢，就活活的烧死了这个介之推。那晋文公呢，为了悼念他，然后呢就举国啊3天的禁火来祀祭奠。那这个说法后来的我们的文学典故呢，常常都是引用的，但这个是不通的。为什么？在晋文公以前，中国本来就有禁火的那种律令，那以前是钻木取火，知道吗？那春天的时候，榆木长成了，所以啊，就在春末在这几天呢，国家的规定了，过去的火种，我们平常呢就是留下来，也不能说我们每天钻木取火，那好累，对不对？所以必须把火种留下来。但你不能够一年到头都用这个火种，很容易会出事的，不卫生，会产生一氧化碳麻烦。所以大家有举国的共同的活动，就在寒食节这一天，就是纪念寒食节。刚好呢，就在105天冬至之后，到今天呢，哎，榆木长成了，新的树木来了，会打算伐木，重新来点生新火，把旧的火虫铲除，有3天的假期给你。清理好家中的炉灶，把旧的火种把它熄灭掉，然后换上新的榆木，重新点火。以前的说寒食节这个由来，因为那几天不生火了，所以吃的东西都是冷的，是寒食节。3天过后，从王室开始了生火，然后家家户户的开始。但是有官员去巡查的，不是你不做就可以了，我不法律规定，因为不是你的家人的，还是你的邻居和生活，所以每个人全国的民众，所以以前呢变成这个习俗。那寒食节这几天呢，你没事做嘛，人就可以出来踏青游玩，所以寒食节就称为秋千节，来这个荡秋千啊去游玩。但这几寒食过后1-2天就清明，对不对？所以人的蜕变呢，先是扫清理你的家里面的一些坟墓，等到3天过后呢，火种来了就可以啊去啊点火去祭拜。你是一个清朝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也跟扫墓有关的。寒食跟清明是连成一体，所以往往寒食节会引起了思乡的情怀，尤其游子在外无法回家去扫墓。所以这里东坡都在寒食前后写了一个词。所以他们为什么谈到烟雨暗江暗千家，不由自主啊，就会呢就想起啊家乡的种种。我说其实这引起这个情怀，为什么这样呢？
看上帝点过来，酒席就结婚了。说韩时候啊，那个酒席却自己。前面的地狱安亲家，安亲家不是没来，为什么啊？不除了真的烟雨云雾之际，还有心情的安大，因为国家规模无法回家去了、啊、处理这些丧礼的事情。韩时候就是清理，对不对？他就很难过，他说酒席却自己。好了，喝酒本来是为了交愁了，两人酒醒之后呢，依然感叹不已。反正这酒交愁很好，但酒醒的酒醒更直接更恼，感叹不已，因为呢是思故国的缘故。故国就是故乡，你的国跟故乡的故国是可以啊，可以替用的，为了凭这个故国而已。所以这里思故国的思，那个思念故乡的心情。因为呢，思念故乡的心情一时难以排解，所以才要喝酒。那喝酒之后呢，依然就感叹不已。但是呢，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东坡意识到，第一，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他有朋友。你不能讲起这个话题来，我思故国，对方也会的话，大家就悲痛不已的，一直扩散这个情绪不好。再来就是东坡意识到，他现在不是在别的地方，在超然外。弟弟给他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叫他超然。东坡一个人就意识到，既然站在超然台了，也许啊，这时候呢，他就应该就有所节制，不能够掉入情绪当中。所以呢，他就改变了一种理性的态度来疏解这种自解之情，让你转变过来就不一样。反正走醒却自解的结果呢，他说了啊、哦，不想做这些事情，恕对故人思故国，不要对着我的老朋友啊。去老是讲的思念故乡的事情，因为这个一发不可收拾，你也离家太远，连朋友也离家了，但是讲下去呢，那就要扩散太多太深，不要这样。为什么就收的？因为意识到，第一不宜如此，第二就是因为你在超然台上，明明是有顾名思义嘛，你不能违背这个弟弟给你的这个意思的，因此呢，太不理解，太不面对。好。姑且怎么排解呢？且将心火试心茶。这是心火，我们刚才说了，对不对？韩世杰已经换了新的火种了，对不对？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时候也是新烘焙的茶也出来的，好的茶也出来，也有新火了。我们也迎接一个新的一个奇遇吧，不需要再单立在过去。他用这个两个心来弥补这个过去的遗憾的。好。用这种方式来排解，既然固然难得相遇啊，何必因为自己思念的情绪影响今日的欢聚呢？旧火已经铲除了，新火也点燃了，而且会品尝刚配制的一种新的茶料，一切呢都是新的开始。所以他说、啊、要趁着这青春年华，正尽情的吟诗喝酒吧。能看得出他也得勉强，请教。姑且吧，真的排解也不是呢，真的表面的动作，但是有动作也是一个暂时的方式，也留意啊，告诉他。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结尾呢是比较跟前面不同的，他有意识不要都掉入愁苦的当中，而要把愁苦化为的欢乐态度。这是在唐宋词里面很少这样的，你看到他的痕迹了，他呢也知道他的努力，都不懂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一种调整。慢慢我们看到东坡词里面这份理性出来，这理性是很重要的，但你情感丢苦的时候会帮助你去分析理解甚至疏解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方式。那这个看得出了东坡在一种小词里面的自我调试的所呈现出来的新的意境。过去的望江南往往都是比较呆，带着更多的悲伤情绪，但东坡的望江南呢有了感想展现出一种新的一种意识。好，这首之后我们看再看下面一首，时间又晚一点，东坡再写一首《望江南》，这六十五首的就是八页的地方。这简单我们看一看就好。他说：“春已老啊，春服几时成？曲水浪低蕉叶稳，我于风软筑罗青，贪咏乐生平。”微雨过，何处不吹歌？百舌无言桃李尽。这林深处薄孤鸣，春色孰无尽。
这首呢是在中国词的题材上里面，可能说是第一首正式的农村生活的作品。啊，词不是只是闺中世界、男女之间的求作或者朋友间的送别，还可以写到农村生活的。当然，这也是一个题材的一个突破。都可以把词呢变成关心你周遭的一种表现的方式。词者不是拘泥在小我的世界，还有更大的关怀的影响。这是也是词的文体的一个新的一个突破点。当然，东坡的农村剧我们看到，后来他这个时候东坡还是做一个观看者，他是讲观他们农家的生活，没有进入在其中。等到慢慢的他被贬黄州的时候，他不得不啊亲自耕种，就上了陶渊明，那个时候他才活在农村的世界，亲力亲为，了解到农人生活的习俗。现在是建山啊，不是山，在建山、砌山，在建山有不同的环境，这个过程，多么更能够了解到人与自然的一种一维的拉扯的关系。如何从我的群里面突破个人的管理，安顿在自然当中，他必须有这样多方面的接触，这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好，这时候他说春已老，真的果然已经不春山有快有结束，可是终然春已老，你是现在我们也是春已老了，因为夏天又快来了，可是现在呢连衣服还没办法把夏天的衣服完全拿出来，为什么突然这个冷气团，那我就会穿那个冬装。所以现在是啊，每个人穿的衣服啊，既是春装，又是秋装，又是夏装，混在一起的。床上的棉被啊，堆得满满，不晓得有盖棉被还是毯子，还是一般的薄被。你看第一天环境，我穿的半夜换被子，因为太热了就换个棉被。他后来出去又冷了，就把棉被拉回来，就在这个环境很不好，对不对？堆得满满，衣服也是挂在那边，不晓得穿哪件好。每天都有盯着看的天气。所以在这里说了，春已老，虽然春天已经是暮春了，已经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可是呢，春服几时成？春服，照我们的春服就是以前来说啊，从冬天到春天，到初春到岁初的时候呢，我们穿的衣服往往是夹衣的长衫，因为当时既还没有完全暖，对不对？要做夹衫，又有里的衣服的夹衫。但是到冬天呢，到春天已经稳定了，就变老了，成熟的时候开始有长期穿了单衣，就是没有里的衣服，对迎接夏天的到来。所以呢，到穿单衣的时候，已经确定了春天真的就结束了。然后呢，单衣出来，单衣就是薄薄的一件，没有里的衣服。你看有些朋友现在穿的就是一个 T 恤，这种就是单衣。啊，这里呢，他说了，那春服就是应该是春天的那种，也许呢就是一个单衣吧。还没呢，几时成？还没穿得稳，不冷不热的时候，听衣服的海南呢就穿得更加的一个稳当。春服几时？他说应该适合春天穿的衣服，什么时候可以穿得更稳当呢？现在还披着冬衣，还没完全是春装，那就很不对了。但这个时候，终然时间呢，但天气还是不稳定，几时成？好。不管这个，他们还是有些活动。他说：“曲水浪地蕉叶稳当，也有曲水流觞的故事，文人的一种雅兴。”那大概在以前呢，在上巳三月上巳这一天，那人呢就会啊在水边饮酒啊，然后呢透过那边的饮酒的活动呢，来浮除那种不祥的。后来登定为三月初三，对不对？那这是春天的一个结语啊，他们也叫立的，叫曲水浪低蕉叶纹，蕉叶纹是一种蕉叶杯，薄薄的如蕉叶的一个杯子，那它可以浮在水面上，把酒贴上去，飘到你身边来，可以是一种连接，要捡起来就会喝那杯酒。啊，热水呢，这水流不湍急，也不浮动，所以稳稳的蕉叶杯就传到了那边，我们可以让曲水流上那边来喝酒，这些这种文言这种活动。那还有呢，跑到哪里去？因为他是山东嘛，他说你会到了五鱼风软祝罗庆，五鱼是五鱼台呀。当时啊，孔子曾经跟曾点说了，最好就风过五鱼啊，他很赞成曾点的。那人是最快的，就是孔子二三年在那边呢，洗澡啊、唱歌的、啊、那种最快的。他说我们也
或那种像果酱鱼台的，那时候风啊吹来的软软绵绵的，而我们的衣服呢，柱罗轻，就那种麻衣啊，就像轻轻薄薄，就是身上里面很舒服。他写着，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汗热汗有热身，生平与之时啊，我们过得快乐的生活也不错。那这首诗我们很难让看到的，在前面的一段呢，都写出了，纵然春天又快结束了，但人间的活动呢，还是蛮愉悦的，但没有悲苦的情怀。好了，慢慢说了，他说微雨过，三层雨之后呢，何处不春耕？所以啊，官员的东坡，当你关心起了，不是我们个人的享乐，也关心老百姓。这样下一卷雨之后呢，当然就很好了。哪里啊，不会呢？催促人开，赶快耕种。那雨水一来，我们赶快播种耕种。所以呢，也作为这个宣示。那时候呢，他大致一切都美好。他说：“百舌无言桃李尽。”百舌鸟一种很会讲的，不同的鸟叫声的一个鸟呢，就那时候的雨季呢，慢慢已经呢走了。过去了，因为春天的时分，一种鸟过去，一种鸟呢就开始想起来。而桃李将近之时，也告诉你，真的是春天的结束。等夏天快乐来的时候呢，另外的鸟呢就开始鸣叫了。他说：“这里深处薄孤鸣。”那薄或者是我们说的不鸟的，另外的鼻音嘛，薄孤鸟。好，因为夏天快到时呢，薄孤鸟呢，有些白色鸟呢已经无言了，就已经春天过去，不属于它的季节，它不啼叫了。但是另外一种蘑菇鸟呢，也在树林里面呢传出它们的叫声，也告诉你呢，夏天也到了。啊，所以他说呢，那个时候呢，春色熟无尽。如果你要寻找春天的颜色，其他人看不到的，种在无青叶上面。意思呀，所以无青叶这些十字花，这种漫青里面，还依稀看到春天美丽的色彩，种在无青叶上。但其他人告诉你，夏天已到，已经找不到。春天的痕迹，春色属于无尽，即属于无尽夜色，还找着恍惚春天的一种颜色。那这首诗我们看的是，不过我们前面先过来，本来生活上是蛮艰困的，还有加上人老的一种意识，使得词写的蛮悲痛的。但是经过跟大自然的接触，他自己超然物外的一种啊，生命的一种提炼，那慢慢把心情呢，然后关心着外在的时候呢，他就有疏解的方式，词的呈现出不一样的境界出来。所以人呢，如何从个人走出自己的一个生命意识，然后跟人相处，上有古人，甚至跨出人的世界，跟富人相处啊，人也许会能够寻找一种安顿之处，会疏解一种悲剧的情怀。这是点点滴滴的，后来变成东坡一种啊，很要用来化解自己悲痛的最好的方式。人从人与人之间，人回到历史的长河去对照，然后去回归自然。因为你看，念如照前后之路，有用的方法，重要的方式，自然是最好的一个疏解悲痛的一个良剂。那这里这次里面是，我们已经看到端倪，还没有看到它很清楚的一种表现。